好天落雨，咸甜酸苦，拢交。
耶、yeah, ！谢谢沈怡君。天地风中飞去哪？怎甲你再相逢？想你念在心肝乱作作，走无两步就跌倒，目屎又淡糊糊。哎呦哎呦，奈这艰苦。谢谢沈怡君。好，我们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来，怡君，这首歌曲我感觉是适合你唱的，但是你的老问题还是存在。小音准我不提了。最大的问题，为什么你的母音都无法度坚持？我要甲你讲心。你可以直冲的、啊、可是你用江路都不一样。我要甲你讲心行江路，你哪不会坚持着，甲你 hold 住，然后改播音持续的唱出来呢？为什么你的尾音都要弱掉呢？这个是你很大的弱点呢。哦，你安尼想无彩啊啦？为什么要安尼？哦，怡君，就是其实听你在说唱这首歌是你要挑战你的难度的时候呢，我就很期待你会怎么唱。但是我的期待是想说你一定有很多地雷啊。但是整个听完了，说实在的，我感觉你在向这首歌致敬的感觉，因为我们人生有很多习惯是改不了的啊。但是你愿意去用这样的心态去演唱这首歌，其实就很有感觉了。然后呢，你旁边这位中年的这个阿伯先生呢，你最需要注意他的危险的地方，就是他在模仿别人的时候，
你知道模仿别人呢，会让人家模仿到，而且说哇，会被你吸引，你注意到一些，一定有他有注意到一些细节。这个细节不会让他觉得是老套老梗，他这种学习力是超强的哦，这才是你要注意的。因为他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任何一个歌手都是他的跳板。按说他会不会进步比你快？谢谢老师。怡君今天这个歌，但因为是阿吉拉老师的歌，所以他的情绪会很浓。但我觉得一个问题是，你情绪浓没有问题，可是你在两遍那个想你念你心肝乱糟糟那个地方，那个高音两遍都没有上去，我觉得有点可惜。好，不然的话，这个歌其实你唱的诠释的算还 OK， 但是就是因为毕竟唱歌最基本的就是音准跟拍子嘛，哈，所以两位都是有一点点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两位唱的都还算不蛮。心情渐渐麻痹，只有今日无过去。老师，我真的很想认识。我觉得他很就性格，他真的给你很大的加分，你知道吗？然后你呢？你说你练了两天，我觉得你酷水跳舞的酷水有够水耶！谢谢。那个板水就好哎，然后这个老师的板水够有够好，配合的你做戏，然后慢慢的。走着他的台步，然后坐在那里听你唱歌的感觉，我觉得那个一次到位的那个感觉，我觉得真的很棒。然后呢，因为跳舞的关系，难免会影响唱歌，尤其在那个第一遍的副歌，的地方，就音准上就稍显不够，然后不到位了。OK， 很棒，加油，谢谢老师。今天那个 Tango， 我不太敢相信，只练了两天哦。我觉得那个你很有天分。谢谢老师。对，只是你整首歌，尤其在第一遍歌的时候，整首歌的音准稍微整个偏低了。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跳舞影响，
但是是有一点是整段偏低哦，所以有点可惜。所以因为毕竟是歌唱比赛，还是以歌唱为主啊，所以之后如果有附加什么其他的表演，你千万切记，你那个唱歌本身一定要更注意。OK。我爱你，爱你，爱个心酸，我心内心内疼痛，感动你不知半行，在无情无爱无望的世间，千万不通来笑。整首歌我有听到你有用心哦，比上个礼拜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差太多了。上个礼拜真的我说的都说严格来跟你讲评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我们平信的责任在哪里，我们对你有责任，你对你的歌迷有责任，对观众有责任，所以这责任你要担起来。既然要打起来，你的歌声每一首歌你都要唱到你是尽心尽力的，安尼才对，对不对？所以这首歌我觉得还不错。整首歌下来我没有抓到什么毛病，我觉得都还可以。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更好，这就是我对你的期望。其他我都觉得今天做得很到位，加油！谢谢老师。怡君，你唱这首歌哦。副歌的第一句，这首歌的致命关键在副歌的第一句，它前面堆积了那么浓厚的情感，到 这一句让你引爆的时候，其实不是让你用力的，不是要让你弄一个罐头式来表现说，我雕琢的副歌很厉害。你看哦，这首歌，我爱你爱你爱到心肝寒，你看那寒那个字，你有多刻意去唱出那个寒的技术。但是忍到那个字的时候，那个寒是要用感性的表达出来的，不是用力去挤牙膏挤一个字给我们，就说我很会挤啊。反正我今天就觉得陈大哥你最厉害。感动你心内已经有别人，看我的感情无够重，凊彩讲三两句话，就想要换我的思念，踮在世间走总的人。Just
算完全温温暖暖拢是因为爱着人。一世人心情的起起落落到底到何时才走会完，你若是不情愿难免有分开的一天，不愿相信你我的情分只有第三冬五冬，敢说你心内已经有别人，看我的感情无够重，凊彩说三两句想要我阮的思念，踮在世间走闯的人，怎样的爱才算完全？温温暖暖，拢是因为爱着人。因为感情过了伤重，注定爱欠你一世人。心情的起起落落，到底到何时才走会完？爱若是不情愿，难免有分开的一天。不愿相信你我的情分，只有短短三冬五冬。敢说你心内已经有别人，看我的感情无够重，凊彩讲三两句话，就想要。站在世间走闯的人，怎样的爱才算完全？温温暖暖，拢是因为爱着人。敢说你心内已经有别人，看阮的感情无够重，凊彩讲三两句话，就想要我。才算完全，温温暖暖，拢是因为爱着人。怡君老师好，你选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我很喜欢，你的歌声配到这首歌，很适合的。但是今天都有小音准的问题，还有一点 我给你几个建议。第一，你的呼吸，呼吸的声音，你的呼吸声音太急促，会让感觉你唱歌像在赶拍赶拍子，你要把你的呼吸减量，声量要减低，这个是可以练习的，绝对可以练习，但是一定要用丹田的气力来练习呼吸的声音法。再来一点，你的尾音都不完整，那是为什么？像你18个歌声，为什么无尾音？这个会是很大的危机。加油，怡君老师好。怡君，你一进来的时候，我就哇，这歌唱的真好。可是你到了副歌一半之后呢，你整个音准就跑掉，对不对？你自己应该听得出来，对不对？哦，那感觉是，也许是你今天身体状况没有太好，哦，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觉得有点可惜啦，不然的话其实这个歌你是可以唱得非常好的，但是因为毕竟是比赛，所以音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多小心，谢谢。谢谢老师。多远的世界吹不进情啊，因为心比爱有爱也罢，爱也快活
声，饮酒的人嘛心正。世间的繁华，亲像梦一段，也是无卡转。暗淡酒店内，理想谁人知？痛苦吞腹内。怡君跟爸爸呢，这一点让我非常的很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你们像朋友的父女，这已经很少见了。真哈尼见到讲，父女跟他朋友同款，更何况讲对唱不容易，更何况还有一点更不容易，就是对看而不会笑场哦。爸爸，我是跟你请教，你跟恁查某囝目睭对目睭咧唱情歌，你有什么感想？上一辈子的情人吧。啊天哪，我的天哪，哎，这个答案太标准了，真的加分呢。啊，超厉害，好加分哦。哦，爸爸讲的太好了，上辈子的亲人。所以你在唱这首《伤心酒店》时，你在看查某囝的眼神，查某囝在看你的眼神，拢遐尼啊主人，而且两个人都不会觉得尴尬跟笑场，这一点是我最佩服的。然后我也佩服这个怡君，你有一点配合了爸爸，就是爸爸的转音比较没遐练动，你就配合了爸爸在最后的转音，哦，哎，今夜盘棍是孤单，孤单完全拢无动音，你就是配合着爸爸，这样子的默契是对的，因为合唱本来就是要牺牲一些技巧，才能够产生了密合度。还有一些默契，这个是对的，哦，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两位两队展现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加油！好，谢谢我们请左龙老师为我们做讲评。今天两组让我更肯定那个遗传的力量，哦，就是会唱歌的人的父母通常也都是会唱歌的。那怡君这个阿草兄，哦，阿草兄也是一开口哦，这个厉害。那你们两个 的表现，就是你们这两组刚好是。我觉得就是两个世代啊，就是一个就是非常传统的唱《伤心酒店》，然后唱得非常好，很有那个卡拉 OK 的感觉。那另外一组就是很年轻的世代，就非常青春洋溢。就是今天这一集让我们真的，我自己蛮感动的，就是这样的表现。谢谢，谢谢老师。为着要爱你，我爱到心痛。
相信我对你这么痴心，为着什么原因不惊我伤心，把阮孤单无伴，你敢会忍心？拢是对天唱作，爱我无变卦。感情行到这，痴心无人听。为着要爱你，我爱到心痛。拢是对天唱作，爱我无变卦。感情行到这，痴心无人听。为着要爱你，我爱到心痛。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蔡宗颖，这首歌曲呢 A 段呢，我会稍嫌不够有味道，唱了太轻太细腻，你应该更加中更加中音的，你选择了偏小，大中小来算点，你选择了偏小，我会选择了偏中，然后慢慢的后面的层次再堆叠，这样的层次一样会很漂亮。另外一点呢，我很想要替你出力的，尤其是副歌的所在，我一直觉得你的声音 power power 快点出来，快点出来，可是总觉得挤不出牙膏，那个感觉就会觉得说，你怎么会没办法更洒脱一点呢？好，来，怡君，你的技巧很 OK， 整首歌都很 OK。第一句下歌的时候，我也是一样，大中小和的 game。你选择了小，我觉得太小心，你一样是可以缓缓进来，慢慢那几百步唔对，但是我无叫你冲，但是唔免细字加遐细字，哦，太小心了。第一句，啊，搁有一点，爱我无变卦，迄、那个卦，你搁唱看麦。爱我无变卦，你的声有两段，一段你倒缩音，我可以接受，但是你两段拢倒缩音。爱我无变卦，你是倒缩的，你是往内唱的。爱我无变卦，是唱出来的。你如果两段把它分开，那我会觉得合理。但是你两段都这样唱，我会觉得太小心，太过收起啊。现在你们两个要比的是细节，两个今天的细节都不够细腻。好，加油。是的苦的他努力有没有那么傻你是假的，讲有影。
酒淡薄仔好，饮醉心如这首歌适合你唱绝对无问题，但是我要给你建议，你可以学学品艳。品艳伊唱什么歌都有什么开口。今日你选的擂酒，伊既然是演歌，你一定要有演歌的开口。演歌的开口不是干那登音尔，伊有真侪足细腻的小细节的东西。譬如讲尾音，伊尾音一定有一个翘起来的所在，它会多加个半音的部分，让你唱上去那个细节。但是你呢，没有做到这个细节，都会在你的尾音弱掉。你的尾音的收尾，你都没持久，都忽然间，人是水母琴唱腔，但是你不是呢，人是渐强还是渐弱？你是渐弱，你的尾音既然是渐弱，我不叫你渐强，最起码你要持稳，你要平稳。但是你都是渐弱，哒啦啦啦啦啦啦，会翘上去，但是你没有没关系哦，没有比较没有硬啊味道而已。但是啦啦都不一样，你是渐弱了，太可惜了、啊，这样子你会很危险哦，加油！谢谢老师。那雅文讲了你的这个歌的问题，真就是我的意见是跟他一样的哦。啊、我的讲法是哦，你唱歌不能都在我们意料之中，因为你唱歌的方式说你这个时候你有能力出这一招啊，你就用这一招，我们真的看到有点腻了。你要想一想说，你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给我们出奇，就是超乎我们的意料的，这是你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最重要的重点。好，谢谢。离开我至今，哪无小心来想起阮，是不是亲像我的心同款酸酸？心就会酸酸，离开我。
我们现在请雅文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怡君老师好，这首歌很适合你唱的，但是我有小小的意见，给你建议一下。今天你犯的问题啊，也是咬字音的问题。譬如说，夜半的公园，它是两个音，但是你唱出来的时候，变公园，那个哼哼哼的音都没出来。夜半的公园，它点点变公园。哦，夜半的公来呀，咿咿呀，也是两个音啊，怎么会变成是咿呀呀，变成是这样子呢？哦，所以你在咬字上你要记得你的子音或者是你的这个咬字音，你一定要很清楚，因为这是一个描述一个很画面的故事的，
你在讲故事，你在讲一个故事，哪能让公公听无？对吧？所以你要小心这些小细节，因为你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些都是我们要挑剔的。加油！谢谢老师。怡君啊，老师、啊，怡君你是卫冕者哦，所以我对你要求会再更高一点。好，就是你，其实你唱歌，你本来唱歌的厚度跟你的力度都很够。那我会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在唱歌的时候的主歌副歌的那个层次，你自己要稍微去想一下哦，不要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然后到后面还是这样子，那个层次收放的大小你自己可以稍微设计一下。 OK， 谢谢，谢谢老师。好，接下来我们请阿道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我今天讲一下，就是说 我因为沛峰大哥唱歌的方式跟彩盈跟怡君是刚好相反的，然后就变成有一个对照啊。我告诉你差别在哪里，我觉得沛峰大哥唱歌哦，你会觉得他每一个字都在歌里面，他是把他的人生经验、人生情感、人生风味都放，就是色香味都放到这个歌里面。所以呢，他在唱这样的歌的时候，他就是哪一个段歌词唱错了，我都对我来讲都没有影响。我听他的歌的感觉，反而更会加分。为什么？因为他让我更感觉到，因为你一个你没有把这一段歌词唱出来的时候，你等于是留一个留白给我，我也可以加入那个情境里面。因为他唱歌是用他的人生经历、人生的性格在唱歌，但是你们两个就是会很有自觉性的发现说，这个的拍子要对，这个要准。你们，所以我听你们两个唱歌哦，就你知道，我听完那个大哥唱完的时候，我听彩盈唱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哇，彩盈现在唱歌已经唱得很细腻了。但是我只有这种感觉，我不是觉得说，哇，彩盈这么细腻的东西是更棒的，我不是这种感觉哦，只会对照出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我觉得那个，尤其怡君，你唱歌哦，就是你都没有在做铺陈，你都是第一个字就是满满的，要给我满满的爱这种感觉。你要想一下，你要让一个角色出场，比如说套中到日，套中到日头赤炎炎，你想说这个画面要不要前面有个窗帘呢？要不要有个阴暗对照呢？啊，你要在这个画面哪个地方呢？你要先把那个画面想细，你才会在这出场，你每一段的层次就会很明显啊。大家加油，就是果然人生有阅历不一样。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路好行，唔通我头茫茫着会茫。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情字怎样加到输赢？
心，海海海海路好行，唔通我头茫茫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样加到输赢？这情债怎样加到输赢？这情债怎样加到输赢？怡君，大家好。我觉得没有人会觉得你不适合唱《海海人生》，没有人不觉得哦，就觉得这歌太适合你唱了。不管你人生的经历，或者你唱歌的方式，但是越适合你唱的歌，越是一个陷阱。因为你会有很多句子，很多转折，情绪的转折，你会觉得这个你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了，你知道吗？如果你是有人生故事经历的人哦，唱到这句“轻轻松松，人生路途我来走”，“轻轻松松”这个四个字，你就想一想，说你这么沉重的人生旅途哦，你越是轻轻的走，越能产生一个共鸣给听众。就是这个轻轻松松，其实没有这个字面上那么轻轻松松，你是经历很多事情呢。啊，你想说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唱这四个字要怎么唱？更洒脱一点的唱，应该更举重若轻。你就像说，如果我要跟一个人讲我内心的心术，下浪再好了，我越是这样的心情，我这个心术是越不能大声的讲出来，那么明显的讲出来，我一定是很隐晦的。甚至是隐藏式的来表达这个情绪，才有心术像在这样的心情呢、啊。一样，哈爱玲先是讲什么？哈爱玲先不是在讲说你人生有多宽阔，哈爱玲先是说：哇，人生这么宽阔，我居然无路可走，是这样的心情啊、哦，可以选一下。一杯威士忌，不想伊也搁讲。饮那些有遐气，老的。辛苦自由来去，点一条阿哥哥，爽快家里不甜，看过情，想好开，别再为过去伤悲。呀呀呀，哪去？爱情算啥物？爱来爱去，不过是个演戏。对起心内当作我心酸，我袂阁想你。醉落去，痛苦算啥物？脚步冷漫，敢有啥人注意？你不好时时困困，不知人。喝一杯威士忌，不想伊也搁是个演戏，不起心来当作我心酸，我袂阁想你。醉落去，痛苦算啥物？脚步凌乱，敢有啥人注意？饮过时时困困，不知人。喝一杯威士忌，不想伊也搁。
唱啊唱袂煞，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有时阵为着度生活，就爱配合别人心声。一首歌唱甲心拢破，一日一句拢是拖磨，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我。谢谢沈怡君。好，请雅文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怡君老师好。怡君，你的故事也是让我非常的感慨。那 我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个案，有很多个案跟你的个案都几乎相像。那看过了这些个案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健康在福，你的苦会让别人知道自己福气，那是你的功德，你们讲出来就是一份善缘，这个善缘。所以绝对不要认为说我讲出来是错的吗？没有错，哦，无对甲唔对，哦，只是讲你想要分享的心，那都适时的来分享。所以你的分享当中加上了这首歌的味道，画面整个就展开了。所以这首歌特别有气口，特别有气味，而且你的歌声就有特色的，你的肉声的弹性就好诶。所以你今天这首歌的感情是有层次的，所以这首歌唱得非常漂亮。怡君老师好。其实你一站在舞台上面，我就觉得你的气势十足啊！哦，你唱歌的感觉，你的表现哦，其实我就觉得你的挥洒得很自由，整个舞台上你是感觉是很松的，很松。但是你唱歌的情绪的掌握又非常的好，像你的声音的使用，不管是高音低音，你的真的是很厉害的，因为你的声音属于很厚实的。其实这样的声音是有优势的，只要你能够好好唱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去震撼到人心，可以去吸我们的耳朵的，去多听你一点唱歌的声音。所以呢，我觉得你的有先天的优势，就是你声音的特色是很棒的，在歌曲的诠释上也是很棒的，这是我觉得
你这首歌我是觉得是给蛮高的评价的，因为我觉得你诠释得很棒。谢谢老师。今天我觉得三位我觉得都有人生的故事，每个人在自己的歌曲的掌握上都掌握得非常的好。我觉得我很期待可以再看到三位在同台比赛。哇！静静地静的阳光花我小海掉起来感情世界，有你陪伴阮行命的阻碍，有时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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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是坎坷的路，为着将来走起来一步一步来，歌曲是玲玲的玫瑰。若是命运一寸伤心的话，今夜的低鸣表示啥关系，敢是等你讲再爱过，春天又着时间慢慢过，不知阮心肝底落雪，梦醒的一双的点点到几暝，怎样你的又还是一个梦，啊一年要到位找阮的宝贝，愈想愈多，甜是假，感情的债，换来孤单的美丽。感情的债，我来。
谢谢老师，谢谢。一个泡水的面容，无人听过伊讲话，点点伫公园，自暗时坐到天光，身边只有野狗陪。风吹过伊的头发，亲像一暝的露西，伊的眼神哀怨又多情，美丽笑容小看是你斑驳脸，好怕是少年的梦，岁月改变怎会空，拖着脚步愈行愈沉重，伊的背影看着的人心拢会酸，伊的故事到底是啥物款的过去，使人怀疑，伊亲像为心爱吃着不停在。谢谢沈怡君。